谢谢杰伦。对，我耳朵都听到。有的时候是这样，你如果你屈不小心啊，你累啊，你就会自然的，这样没有办法。就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、啊，就是这样。不是，因为你在吃那个蒜头，那个就是调味。你看我吃出来现在很好了。可以了，这个是血压 average， 血压还是高的、低的还是正常？就是心跳106、113。对，稍微高。我都是这样的，什么事情来啊？以前我心跳都是60几而已。现在我大概是72。